跑車，係一部真正嘅跑車。我係成日做音樂，但係我真係聽人哋啲歌，一定喺個車裏邊嘅時間最多，咁所以呢個好緊要。你哋嘅車特色，我知道就係將傳統跑車同電車嘅混合。個性能咧就係零至一百公里係3.9秒，咁 top speed 咧就250公里，咁而家係應該係兩座位全世界最快嘅。都係嗰句，如果你當係一架跑車，係絕對係100分。